好，我们为大家表演的第一个曲目，我们除了给小朋友、我们的学生鼓励之外，我们也给我们的罗明度校长来，请罗校长跟大家挥手，我们也给校长加油鼓励，谢谢校长的领导，接下来请欣赏第二个曲目。 掌声鼓励，上次第二个曲目。那么，大林国中有三位指导老师：李国光老师、欧梦纯老师、张雅香老师。我们是不是请这三位老师能够跟大家挥手？我们给你掌声鼓励，感谢你。接下来，请欣赏第三个曲目。 鼓励大林国中这个管乐队，连续四年参加全届音乐比赛，都得到优等的成绩。本来应该要中第三个曲目，啊，因为连续四年都得到优等，所以说上几天休赛。我们掌声鼓励他们带来的第四个曲目。 Thank you.
坚固地，在这个季节，大林国中精彩的演出。